那这是咱十二个姐啊的顶头哦，这嘛是除了刚刚的斗牛阵以外，十二伯爵也是以前哦，那就扎你，其实这个在文化局里面都是列为非常久的民俗艺阵。好，然后呢，除了我们之前的十二伯阵之外，还有我们的公杯婆哦，有我们公杯婆，因为你们所看到的公举办有一个那个老阿公啊，背着呢背着我们的老阿婆哦，这个呢除了代表也是以前的民俗喜祭之外呢，也是呢在我们呢很多的绕境哦，尤其是那边回绕境的时候哦，他们也都会参与其中，而且你看到这些呢，我们的阿婆阿嬷们哦，他们呢的青春哦都在表演这个，我们是不是要给他们掌声鼓励呢？你看这些阿嬷，大家看起来都不像阿嬷，每个都是姐姐哦，都是姐姐，辛苦了辛苦了，感谢哦，感谢我们仁武天运民俗记忆团。谢谢谢谢，阿公阿嬷哦，这代表什么？